就是今天的外星主持人韦博士 Web4 啊，那我们来大家参观一下来自大陆的饭店到底长怎样。是 This one OK 好，我看到里面我们的号码8807，好不好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运的吧。那首先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们的衣柜，好吧？中间它的隔壁有一个，好吧，全身镜，这样就是你平常穿西装 ，OK， 可以展现你的面貌。这样这样，成功成功不到成功，就可以对着镜子里面说，好，保持最佳的状态。OK， 那来到我们的卫浴间，我要是这种，这边是厕所，好，那这边是，好，大家来看一下淋浴的，所以就是有人在洗澡的时候，你还是给他。你还是可以上大号，对，但是OK， that's right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里面走了。那我刚才首先被这个吸引啊，大约是干嘛？放保特瓶的，好吧，很用心，都是用木头做的。然后这个，连杯垫也是木制做的，好不好 ？Check this out。然后。OK， 那我们就继续看看里面什么东西。好，没有，那我们就往里面这边来。OK， 那今天我们是搭配标准的房间，然后两张床，两张单人床。然后我刚才突然觉得这个蛮吸引我，就这个地方，还有一个泡茶的，大家有看到？好，里面还有一个明信片，它这边讲简单是根据。更接近于真实的方法，所以越简单其实越好。OK， 那这里面它就是把茶叶，你看，正山小种，这种茶叶应该在台湾比较少听到的名字。那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铁观音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椅子也是很特别，就是你平常要看书的时候就坐在这地方，好不好？休息一下。OK， 那最后。就以聪华老师要录个声音在里面，全景环绕，各位伙伴，这是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商务旅馆吧。而且价格也不贵，一个晚上人民币316块。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